Hello， 腾讯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子韬。四五点吧，四点多吧，五点睡的觉。没有，影响很多人吗？真的吗？不懂你的意思。对，因为你得确认一下别人到底是否懂了你的意思，你懂？因为有时候我噼里啪啦我说了一大串，我说话有时候我一激动，我说话语速就像现在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的逻辑是能跟得上的，我怕别人跟不上我说话的逻辑跟我的思维，所以我必须要问一下你懂我什么意思。如果你没听懂，我可以慢慢再讲，你再听一遍，就是对。冰激凌这首歌就叫冰激凌，很甜美，然后很可爱，然后很舒服。你遇到任何事情，只要你听冰激凌，就一定会心情特别的开心。哎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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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为什么今天天气又是阴天？可不可以相信晴依然还是很甜 ？Ice cream, ice cream, yeah， 就这种感觉。我从来没写过这样的歌，对，可爱的吧，就是我那个新歌就是可爱的。我从来都没觉得我一个东西好了或者怎么样，就是一个镜头，包括综艺，其实我也在突破很多的东西。我自己做综艺的时候也会去想很多的东西，因为我在自己做综艺之前，小小的追求，我在做那个综艺之前，其实我上的每一个综艺我都有在学习。我现在重心就是在做我自己公司的很多一些项目上，但是我现在我不想去说，因为我觉得还没有到能说出来的那个份儿上。我在努力，但是我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做得更好。龙涛娱乐 LT Game， 说实话，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现实的问题。我们必须要把重心真正的放在一个你到底是否真正热爱这个行业。你接了这份工作的时候，你还是否能够把这个工作认认真真真的完成？拿到这份报酬的时候，把这个东西给到节目，给到电视剧，给到音乐的最大化的效果呈现给观众和听众，这是一个艺人现在在这样行业的一种需要保持一种心态。因为这些东西想要维持，真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李宇春那样的前辈，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还是得顺其自然吧。你有自己的努力是肯定的，大家没有一个人在娱乐圈是不努力的，有这个命的人就可以一直走下去，因为命只会给真正能把握好机会而且真正会做人的人，永远不放弃的人，他才能够有这个命。我比较喜欢长发，我因为我接了一次我发现挺好看，我就喜欢接第二次，结果每次都比上一次长。